单位真养妹啦。我是在大坝窑游泳池玩那个抢球，我最有力的了，最大声的。我他们不认识的时候，第一天啊，我就跟他们打球，我就是力气很大嘛，我说赶紧进，不要等时间，我说你不要等那个时间，他们一来哦，你就没有时间去打进去了嘛，我讲，他们就叫我赶紧进，哦，赶紧进来了，今天。我小没有讲话的，很凶的，不讲话的，我是老了我才会跟他们讲话的。我一路来哦，30多岁啊，我不跟人家讲话了，很少。本来我是不会去游的，因为九痛他们拉我去啊。我的朋友说：“哎呀，不能去学学看呢。”我说：“我们怕嘞，不懂会沉下去嘛。”然后呢，我就慢慢学起喽，就会喽。打球是他们那个老师是说啊，放主办说啊要打水球，我们就参加喽。参加就初是没有这么多人啦。就慢慢越来越多人，那么每个就有兴趣了，越打越激烈了，啊，抢来抢去很好玩了。很会打架的嘞，我，像是我给我来整天去抢他们去抛那个啊，他们都是中啊，不是中眼睛就是中鼻子，我是不要去你啊，我一打哈，真的。不够我的，他们不够我，真的，我是不要了啊！给他们去抢去运动这样。爸爸丢球还是有力，我丢过去啊！你看，我可以丢到很远去啊！我看准这样丢过去给他们，我抛球是很有力的，你没有看我每次丢球是左手，我右手没有力嘞，右手丢不准，好像丢很近而已，我不要每次拿左手的大力的抛过去。游泳是没有什么动，打球是跳来跳去，很开心，很好笑。我孩子跟我很不沟通，不好像不会孝顺我啦。那我自己咯，哦，期间哦，我那时生病哦，他照顾我很多嘞。他带我你要吃什么哦，我。快点去买来给我吃。我跟什么人都亲，我不会说那个不喜欢那个，没有，我什么我都要爱他们，爱他们的嘞，不懂嘞。我觉得哦，大部分都是一样啊。你看我孩子啦、媳妇啊、孙，大部分都一样，要爱他们，爱他们。早他们不认识我，很多人不喜欢。认识久了啊，他才觉得我哦，这个人格很好。不懂嘞，我的脸是给人家看了很羞啊，不好还是什么？我们不会讲话。就是打到现在就10多个、20个，本来是5、6个、6、7个是打的嘞，那有人打就不要，那我们打到哪里痛都是打，啊，那我们就很耐心打了，好像很开心了。
哦，那我们就打咯，打到两天多咯，啊，打了我们每天就去巴萨泡咖啡，朋友去吃东西，啊，那都就每天很开心啦。One, two, three, cheese!